哎，告别呗。放这儿吧。高圆圆，最近一次心动是因为什么事情？高圆圆发微博了。高圆圆发微博了。最想和哪个演员合作？高圆圆。那高圆圆，你下去你开心吗？我天，我能演，其他演员都不用来了，就我自己演就可以了。说三个半小时我能做到，鞠躬再翻场都不用主持人拦，我自己就回来翻。跟主持人不需要，不需要，要来呀，来呀。